现在双胞胎外甥出生以来就一直十分疼爱他们。曾经在《新西游记》中辩论性善性恶说的时候，把外甥们的照片拿出来主张性善说。可爱的外甥们也曾经在龟贤的频道中露面，创下频道最高点阅记录，也成为粉丝们最想看到的来宾。最近他们终于又登上频道，把龟贤搞得手忙脚乱，但可爱的外甥们简单几句话就能让舅舅融化。儿子，安哥皮皮哥的音乐，哥哥头巾呢？都有期待了。비가내리면흠뻑젖으며우지않는너를기다려뭐라고비가내리면흠뻑젖으며젖으며너를기다려너를기다려비가내리면비가내리면흠뻑젖으며우지않는너를기다려小孩在背儿歌的时候，龟贤的外甥默背的是在光华门歌词，这诸如式教育的很成功啊。